사지기 시작했어. 然后呢？
在翻车了吗？有时候在，它不是原定。好了，按一下这个就可以。这是翻板是哪个的翻板呢？这是不是翻板？这些都不是。那是翻板吗？零、五、四。现在呢？是。这延迟时间。对，翻板延迟嘛，对吗？嗯嗯。调好了吗？怎么有两个翻板延迟？对，一个翻板，一个翻板延迟嘛。对，再确定。OK 了。好，再加工现在。这个板啊，移动到这个盒子下方上。